呼，现在的时间是11:20，机舱外面的温度为10摄氏度，50华氏度。待系好安全带，指示灯关闭前保持安全带系好，请不要站立或打开行李架。到达芜湖的旅客，下机前请您确认已携带所有随身物品。继续前往大连的旅客，请带好您的全部手提物品下飞机。到候机厅继续等候，飞机将在这里停留大约30分钟，请留意候机厅广播及时更新。拿好享用国家护照，手套离开旅行，倡导爱心用餐。如您乘坐无需用餐，可提前通过南航爱公众号登记的选择旅程飞行，获得里程奖励。南航航空期待您的参与，向您权衡中华南方航空的航班，下次旅途期待回迎。那个在南航飞行专属航空 app， 芜湖 airport， 第二层天飞车 is 10 degrees Celsius on 15 degrees Fahrenheit， the time is 5:20 p.m.